自己溜溜的从这走，不让走不让走，溜溜行啊，他比较轻啊。他爸上哪去，他也跟上哪去。是不是有呢？哎呦，你那个卡路有呢。那等一会儿哈，等一会儿哈，嗯，妈妈和爸爸把这个沙弄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回家哈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把东西拿给妈妈哈。那我闺女把土豆都放在那里边了。来，谢谢金大强。哎呀，真棒！来，谢谢，真棒，辛苦了，金大强，谢谢你。啊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。来，帮忙去，一二三，孩子们。姜送给你，谢谢。不好吃，臭。谢谢。嗯，不好吃啊，不好吃。来，这还有呢。哎呀，这行，你看这漂亮，你看。哎，那姜这里，离太近了，离太近了。哎，往后点。开路呢？先回家了。我老公在这儿再干一会儿，我们回家洗洗澡，准备准备。傍晚要去提新车了。哎，你那家在哪里？你那家？刚才我忘了一件事情，我想经过那个菜店的话，想买枝花，送给我这个车，陪伴了我3年嘛。在那个什么换车的时候，我想送他一枝花吧，或者一束花吧，表示一下我的心意。我忘了，我都快到家了，我返回去，重新再去那个菜店买花。哎，回来了，我闺女睡着了，我把她抱上楼上去睡去了。哎呀，好久没干活了，就突然间一干活，这个身体还真是有点受不了，就一直没干什么是体力活啊。哎呀，一会儿我老公，我先一会儿洗个澡，我老公回来也洗个澡，我们换换衣服。一会儿就去那个本田那个 4S 店去骑我们的新车，然后呢买了几束花，这个花呢是玫瑰花吧，送给我现在的这个车。真的是刚来日本的时候，我老公给我买这个车的时候，哎呀，当时那个心情是多么的激动，就是这辈子那种激动那个心情忘不了。刚买新车的时候也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再买第二台新车哈，而且是自己喜欢的 SUV 车哈，反正都是自己喜欢的。然后我老公给我买，我觉得心里边真的是挺感激我老公的。我送我这个车一束这个花，玫瑰花吧，挺激动的，我的感觉。这个花是送给我新车的，我特意选了一个这个，是不是代表阳光那个意思，反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花挺阳光的。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一路向前。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一直充满阳光，就是把不好的事情全都忘记，没有不好的事情，希望全都是像这个花朵一样特别阳光的事情。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，也希望，哎，我的闺女，我的儿子健康快乐的长大，我老公身体健康，能多活几年，我也身体健康，我们一起努力过上好的生活，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。这是我选的两个花，这个是给我的现在这个车，这个是给我新车的，这两束花。
这两束是我给我公婆的，给我公公婆婆的。嗯，就是怎么说，可能也有点迷信还是怎么的，也挺感激他们的吧。我以前有什么事情想不开的或者是怎么的，我就去给他们烧个香，希望他们保佑我。我就是这么一步步的走过来的。以前就是说还没拍视频的时候，有什么话不知道应该怎么说，或者是说心里没有底的时候，我就去烧香，我就跟我公公婆婆说希望他保佑我，然后我就感谢他们。我就是这么，就是有一种心理寄托吧。我想不开的时候，我就过去点支香，跟他们说一说，希望他们保佑我，保佑我老公，保佑我闺女，保佑我儿子。这个是给我公公婆婆的，一会儿我就给他们把这个花放上去。好了，这花我弄好了，我们要去提新车了。哎呀，酱，你好好的。这家上地里边去干活累的睡着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把他弄醒了，有点不大愿意了哈。哎呀，马豆西梅天哪一弄马豆啊，都多啊妈妈。哎呀，忙活死我，哎，哗哗的流。哎呀，讲，哎呦，那这那妈妈妈，哎，要啥东西？哎，过一过一过，好好好好好，嗨嗨，一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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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瓦斯林的摩托那也有呢。我们要出发喽，去提新车了。这是给我这个车的花。可怜呢，可能骷髅吗？你压住脑。啊？哎呦！这是我的新车的。嗨，伊达酱。快，阿达拉西骷髅吗？侬呢？可能哈哪个？李大江，嗨！嗯啊，嗯啊，啊，そう？いつ？嗯啊，钥匙。哎呀，あれが新しい鍵が全然使ったことないね。嗯，使ったことないな。看我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，看戴了个戒指，戴了个项链儿。这我们的新车，这我原先的车。嗯，你坐坐吧。妈。